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行真乐团的团长赖金南。今天我们带领着大行真乐团一起来保安宫参与着元宵节的活动，那很开心今天呢来跟古装走秀跟古筝音乐一起做中国音乐的一个文化传承与发展。那今天呢元宵节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度过新年的尾声，谢谢大家。好，现在为我们演出呢是我们大行真乐团的所有的团员老师们，然后我现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为我们演出的呢是雅婷还有佩琴，这位是文琪，还有我们的美依。那我们大行真乐团呢创立于民国86年，我们已经有20-30年的演出经验，那今天很开心来到保安宫一起把古筝音乐带领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开心的聆听我们的古筝音乐，谢谢大家。